欢迎两位，又见面了，又见面了，欢迎欢迎，来这边请两位。好，两位先拍一张合影，我们往前一小步。好，一起看向中间的摄影师。好，我们也请店员送上话筒。好，来，两位，我们也跟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、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，然后介绍一下自己在戏里的角色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乔欣，我在《烟云赋》里面饰演的是秋烟。欢迎乔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振熙，我在戏里面演绎的角色名字叫做梁毅。哎，欢迎阿西。阿西，上次见到你的时候还是在我们的星光盛典，是我们的主持人。不是，上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们在云端。我们在野区。好，那这次来到我们的现场，跟大家带来的这个新的戏，对不对？然后，而且我们知道戏里头呢，是两个人饰演的是这个欢喜的冤家，对不对？两个人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可以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的吗？就我们这个戏其实，有一点反套路，就是你不到最后一刻，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然后就会感觉这个女主的脑子里不像。原来我看到过的一些剧本，就是情情爱爱，就是女主一心有自己想要干的事情，反而是男生，对吧？有点情情爱爱的脑子。虽然我们只是刚开机一个月，我总感觉我已经谈了一次恋爱了。感情戏还挺多的。最主要是我刚杀完了一个景，是我家。那我家里的所有的戏基本上都是跟乔妹。两个人一起担当在整个家庭所有的戏份，所以里面有很多欢乐，有很多甜蜜，有很多苦恼，都是在这一个月里解决的。所以因为突然杀井了，我特别舍不得，对，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某些东西一样。看来两个人都有很多的这个情感在我们的剧当中哈，然后我们也期待一下，赶紧跟大家见面，然后也请两位在我们的这个冲浪板上面签下你们的名字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谢谢两位。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下笔，还有我们的冲浪板。好，签完之后，来，我们两位再往前一小步，来一起拍张合影。好，往右边一小步，再往前一小步。好，一起跟我们的冲浪板一起拍张合影，大家一起期待一下《烟雨赋》。刚才也讲到了哈，里面有很多这个很纯爱的故事，同时有很多反套路，还有很多这个破案悬疑的元素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谢谢，再次感谢两位带着你们的新作来到我们的现场。